想跟他们说，对不对？情人节吗？对，因为我在新加坡。哎，那还是有机会跟他们见面。对，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唱歌聚会哈。那有什么情人节的祝福想要跟粉丝说的吗？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你们喜欢的对象，对，因为我也还在找，对，互相找一下，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就是以后都过得开开心心。